如果你不说话也没关系，静下来。我们悖论，圣经中的所罗门王为他人提供资讯时很明智，但在做出影响他自己的决定时却并不明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所罗门有一个完美，但是我应该为你选择什么样的身体呢？你有特别想要的躯体吗？我记得有一个交通摄像头设在高架。